各位无甲汽车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你们说话不宣传的好朋友九零。今天呢，我们又见面了，看到我就知道我又要来为各位介绍好车呢。今天呢，为各位来介绍就是这一台2018年福斯体光的顶级 CLO 版。为什么会特别来介绍它？就是它比我们的低阶车款呢多出了相当多的配备，让九零呢接下来为你继续做介绍哦。而我们配备的有 ACC 前雾灯、LED 日行灯、LED 头灯、电动座椅、电动椅记忆、电动腰靠、双前座电热椅、后扶手、后背架、连磁启动车门的配备，让我们可以来做使用哦。各位啊，一定会觉得说好奇，为什么我会特别来介绍我们的体光呢？主要是啊，九零在我们车厂的时候，我特别发现这台车的设计跟它的线条啊，真的是相当有精神哦，而且开起来呢也是相当的舒适，真的是有让我惊艳到，所以啊，我才会特别来介绍这台车。而且呢，它有搭载我们光感应式头灯、LED 日行灯，还有我们的感应式雨刷以及 LED 的电子后照镜。而我们的内部的配备呢，也是相当的多，相当的精彩。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那在我们车舱内啊，各位可以发现呢，我们的体光的空间呢也是相当的舒适哦，而且啊，它也不会让你感觉说啊，它的相当的拘谨。在这里呢，它也有相当多的细致的跟别致的点，就是它还有卡梦的面板，就是在这里，以及我们的配饰，还有总体零零总总的小细节呢，以及我们的迎宾踏板，真的也是做的相当的精致细致，让我有惊艳到，所以我会特别来介绍这一台车，一定有我的原因哦。再来呢，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多功能方向盘上面右边呢是搭载我们的里程电脑的快控，以及还有我们语音快控，而左边呢是我们的定速以及我们的音源快控。在我们前方呢，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搭载的是双眼的一个仪表板设计，并且呢可以看到我们最实际的里程数哦。再来呢，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中控触控萤幕的部分搭载是多功能触控面板，以及我们多功能的系统可以做使用哦。而且啊，我们还有 Android Auto 以及 Apple CarPlay 的系统，而下方呢还有我们的 R-Sync 可以让我们来做外部音源连接的部分，而排档杆的旁边呢还有我们的驾驶模式可以做切换，是不是相当的优秀，相当的棒呢？来到我们后座的部分啊，各位呢一定会有发现，我们有三个大特点的配备啊，真的是相当的实用哦。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后方冷气出风口，可以让我们的后座乘客啊来做调节温度的使用哦。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餐桌，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或者是我们后座乘客呢，不管是看书享受食物可以来做使用以外呢，它的功能可以说是相当的棒啊。再来呢，就是我们椅背啊可以拉下来，还有我们的杯架可以来做使用，是不是相当的棒？而且呢，它也有搭载我们的 ISOFIX 来照顾到我们的小朋友哦。如果你心动了，一定要马上看我们这台体光，它真的是超实用，而且是非常适合居家呢来做使用的一台好车哦。我们后车厢表现力也是相当的不错，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来到我们后车厢的位置啊，各位可以发现我们搭载的是电动尾门的一个设计，它比较可惜啊，就是它没有一个脚踢的功能来让我们消费者来做使用。可是呢，它的电动尾门呢，开启的速度也不会说相当的慢哦，可以说是相当的流畅。再来呢，我们的标配空间呢是615公升，做六次倾倒之后会有1655公升，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以及我们的好朋友来做使用哦。我们的引擎室呢，表现力也是相当棒，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来到我们引擎室的部分啊，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搭载的是直列四缸涡轮增压引擎，双离合器七速手自排，最大马力来到我们220匹马力，最大扭力来到我们35.7 kgm， 市区油耗来到我们8.9公里，我们的高速油耗呢是13.3公里，平均油耗呢是11.2公里，可以说是一台相当省油的好车哦。接下来呢，一样来为各位做重点式的整理哦。我们的体光呢，重点配备有哪些呢？由九零继续来为你做介绍哦。而我们配备的有 ACC 前雾灯、LED 日行灯、LED 头灯、电动座椅、电动椅记忆、电动腰靠、双前座电热椅、后扶手、后背架、连磁启动车门的配备，让我们可以来做使用哦。来，我们最后啊，我们网络优惠价是我们83.8万，让你轻松入主开回家哦。而且啊，我们保证全车原版件，无事故、无泡水、无车身引擎非法变造。
是通过我们最公正的第三方 ES 认证哦。而我们好车不等人，赶快拨打我们预约专线，将由专人为你服务。那么五甲汽车买车让您买的安心，开的放心。喜欢我们这支影片的朋友呢，要按赞、订阅、加分享哦。而且啊，来我们现场看车，一定要跟我们的服务人员说你是看我们这支影片来的，还有网络专属优惠提供给你哦。我是你们说话不旋转的好朋友九零，那我们下次见哦，拜拜。实在就是 SUM。